吸煙和我們的情緒有沒有關係啦。咁其實咧係有關係嘅，好多時有啲人咧，如果有壓力啦，或者佢唔開心啊，或者有其他嘅緊張或咩咧，佢就會想食煙，去短暫咁樣咧，令佢有少少放鬆嘅感覺。咁但係其實呢一種嘅放鬆感覺咧，就其實真係好短暫，反而咧一個人食得多嘅時候會有上癮嘅問題啦。咁當我有上癮嘅時候咧，咁就好多時會容易佢有抑鬱症啦。咁如果睇翻即係有啲文獻咧，咁正觀其實乜嘢嚟嘅咧？同埋點樣去做呢？其實正觀都是一個有意識地不加批判咁樣咧，將你的注意力帶到去當下。咁其實你可以即係當你的注意力去帶到現在任何嘅嘢都可以嘅喎，例如好似你嘅情緒啦、你身體上面嘅感覺啦，同埋你嗰個念頭咧，都可以去成為咗呢個專注嘅對象嘅。咁咧，首先我哋將佢專注力咧帶到去呢一刻上面嘅，可以留意自己一個。腦裏面的念頭啦，呢一刻的情緒啦，身體上面的感覺，跟住咧，我哋會將我哋嘅注意力咧帶到去呼吸上面，感受一下咧呢一刻腹部上面咧一升一降的感覺。咁其實好多時啲人成癮咧，佢唔知自己食緊，即係唔知自己食煙啊，或者佢唔知自己想食煙，或者佢唔知自己個身體個感覺其實係好想有呢個煙，或者佢個環境上面有影響。咁正觀其實可以幫助佢哋咧，去翻個當下，知道啊，其實我都有個選擇嘅，而可以咧去減低去食煙。